到手感觉最惊喜的一款包，因为当时看图片我觉得有这种珍珠的元素啊，还有这种比较少女的造型会有点显廉价，我当时有点担心，但是拿到手之后发现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，包括它上面的这种珍珠小花的设计都会显得非常的精致，有一种少女心的泛滥。要说这个包有哪些缺点，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有点小，但是怎么说呢，它除了小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，它可以上手拎，也可以这样斜挎，包括它这个斜挎的这个都是可以拿下来的。然后这款包在搭配上，我是建议可以搭配一些浅色的衣服。比较经典的一款，以前我种草的是他们家的果冻包，但是我发现果冻包只适合春夏，不太适合秋冬。那这款包其实春夏秋冬都是可以背，也比较百搭。包括它这个粉色，我觉得不会像那种很粉嫩的粉色，它这个粉色是带有点气质的，就是带有点气质感，也不用担心颜色的这个限制。不过它更适合跟浅色的衣服搭配，例如像我身上这种浅色的衬衫之类的。是比较偏复古的一款包，然后它的样子有点马鞍包的造型感，它的颜色属于非常正的一个棕色，就是大家可以从视频里面看出来它的颜色真的非常正，然后它的那个包的版型也是比较挺的，所以背上身会比较显质感。在搭配来看的话，我是觉得比较百搭的，你像搭配连衣裙或者衬衫或者 T 恤都是可以的，不过我个人建议跟深色的搭配，这样会凸显它这个包的质感。She's tried on everything, every little thing inside a closet, and she knows it's getting late, knows that I've been waiting and I'm starving, cause we've been working overtime, she wants to make a night that we'll remember, and I'm 那这个包我拿到手真的是惊喜了一下，因为真的很美，然后我会觉得一个菜篮子竟然可以美到这种程度。它这个配色也非常好看，所以作为一个包来讲的话，它凹造型可以算上是神器。一个不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安全性不太高，因为它你看它这个是长扣的，所以就比如说你放东西，然后很容易担心被人家拿走啊或者怎么样。建议这个包更适合出去玩的时候，比如说春游啊，或者是集体出去玩的时候，可以既亮眼，然后又很能放。像你想出游的话，可以放一些餐布啊，放一些小零食啊什么的。搭配上，我是建议它和像我身上这种衬衫类的单品搭配，比如衬衫裙或者是衬衫的上衣这样的，我会觉得比较配这个单品。这款包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日常背的，然后它整体的造型是比较简约大方的，它的这个宽肩带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造型，所以增加了一点休闲感和运动感。然后搭配而言的话，我觉得这款包还算是比较百搭的，比如像我身上的这种衬衫或者是一些白 T 或者是一些连衣裙都是可以的，然后它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百搭的颜色。这款包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的，因为这款包的价格也不算是比较贵的，大概就1000左右。
那这款包其实之前一直在我的草单里躺了很久了，我一直还蛮想买这款包的，因为它首先它的造型是一个相机的造型，就是现在说的相机包，然后它的肩带也是这种比较宽的肩带，是我看的不是这个颜色，可是我拿到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这个颜色叫做沙色，我是觉得这个的颜色会更好搭配衣服，包括像它这个肩带上的图案，就是会比较亮眼，所以我搭配我身上这种比较简单的白 T 会觉得不那么单调，算是这个包给整体搭配增加了一点点亮点。包的容量我觉得这款包还是蛮能放的，我可以放基本的单品，包括手机、口红还有散粉之类的，然后我还可以放得下一个我之前拍 vlog 用的相机，就是佳能 G5X，所以包包的容量我觉得还是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。Get me up and get me out, running in the city with a brand new sound, they got it figured out, burn it up in smoke, talking slow as they spin around.就是推荐的有些包可能大家觉得容量偏小一点，那这一款包算是容量很大的一款包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真的是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，我电脑都可以放进去。那这个如果是一个很普通的黑色的拎包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没什么意思，因为就太常见了。那其实这个包最有特点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像猫在看你的那个样子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爱猫的人来说就是无法抵抗这个包的，而且这个包价格来说的话我是觉得也没有那么贵，算是一个比较日常能背，然后容量又大，然后又带一点小可爱的包，搭配的话我觉得黑色搭配什么都没有什么问题。Take it